不到你。好，我们要 testing 一下，看那个收讯 OK 吗？应该是 OK 的，声音都有 OK。好，来，今天呢，我们要看到，今天我们比较 special 一点，我们要来大扫除，来清理一下这个地方。你可能要，不要那么靠近嘞，可能要就是要整理一下你的这个房间。然后等下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房间给大家，好不好？你的脸太靠近了，你的脸太靠近了，连那个冰波鼻头都看到了。OK，好的，今天我们准备了。等下，去那边，你去拿那个吸尘机。对，我们有准备好吸尘机，等下我们要吸尘。OK，还有那个水，拿得动吗？拿起来吗？对是啊，等一下跌倒。别要在这附近哦。太高兴了。还有这水，等下你要负责这个啊，你要负责抹，拿那个。不还有两个吗？我负责吸尘啊。对，因为要新年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房间整理一下，对不对？顺便跟大家 share 给大家看这个房间有些什么东西。开始吧，还是你要拿住这个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有什么？你不要拍我啊！你去拍，你去拍那个。我拍你。那边。理我。我建议我们还是放下面。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你有年干吗？年干啊！你要哪一个？这个。很热，可是很脏哎。有几个啊？他就是要抹啊，你要抹那个，你有看到那个沙发上面有那个灰尘，好吗？这个啥？哦，一样。所以我们房间是有沙发的。好了。哪里？抹干净没？我抹干净啊。对，我那边桌子那边，可是有电啊，所以你只抹那个桌面啊，对。不用，不用那里面。然后我要多一点呢。你要什么？最后吗？
下啊，我看一下。OK， 你去买那个。嗯，那我弄好嘞。买你的床头。哥，我想弄啊，怕死耶。爬上去啊。啊，声音很大的。嗯嗯。那边呢？这边呢？嗯。我笑，我怕。就骂喽。所以我要把声音关小一点，然后来开吸尘机。我好玩。啊？好玩。好玩啊！整理那个书本，快点！我等你放跟我一起嘞。OK。等你跟我一起。你就看有什么要拿出来的，全部拿出来，然后看你什么你要的。这个已经不要了，这个已经不要了。我拿出来，这个你不要了，为什么？这个很美。你要全部搬出来嘛，一次过选。变吧，这个我不要了，这个吗？这个 scary， 哇，很吓我，很怕，这个我不要了，这个也是不要了。妈妈，这个也是不要了。哦，拿出来，拿出来。那你就拿出来啊！就拿出来就很放，很难放的。不要看，你就拿出来，你不要了你就拿出来。拿出来了，你就拿出来，你放在那边，等下我帮你处理掉。这什么呀？拿出来没？哇，这么多！你到底有看清楚吗？
去哪里？哦。我刚好看到那边里面有一个。是你哦。结果你这样多不想要啊？你到底看清楚了没？看清楚。这是什么？我们去那个。Hello Kitty。OK， 这个留作纪念吧。又有一个人推这个人。嗯。作者呢？有没有说清楚你要哪一些，不要哪一些？全部都不要。全部不要。嗯。快点整理好了，我们才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房间的构造。你要快一点哦。收这些都不要了，我拿走了。我觉得这可以留的。龙这些不要。我好多。确定啊？拿掉哎。我先看你拿的，要的不是我要的，我这个我要。这个谁要？这个呢？嗯？这好像也是。哦，要吗？这个，揣了。这个，什么揣呀？还有吗？快点。没有了。那边呢？那边的。那边我行。嗯。那边我要。那边的没有看，你都没有看。那边我看着哇，那个全我想要。不要放这边。然后呢？你之前。这个呢？这个我要，是我喜欢。你等一下再看，你不用，你现在在整理，就像一般这样吗？嗯，要。来来来，回去。这我要。我都拿出来，要整理。这个就是给你。所以这个不要。这是给你。不要还是不要？这是给你的。这你可以尝一次我。不是哦，快点！这个是要不要？要。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要，这是我玩的，这是我玩的。诶，这个可以。这个好像一个拼图。哦。哦 ，OK， 这个收在里面。你看你那边，后面那边超乱的。这个我要，这个我要。你要放好啊。我要。这什么？哦，是活纹的，我要，活纹要。这个。这些呢？这个两个一样的。要。嗯，那个买命的书也是看了。这个要。这个。嗯，要。这个要。Spec 你是要，那个玩具也是要。这个也是要。这边玩具。这边玩具。
所以你这边不要放书哎、欸。嗯。这边就给你放玩具了，不要放书了。哇，好乱。宿舍里还有这个。那等下我们，我再。要放在这边啊。对，要放在这边啊。没有，你这里也是可以放书，只是不要放太高，放那种比较矮的书。啊，这种。啊，这样就比较。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不要。嘿。哦，比圣诞节的更。啊，这不是整理要干净一点了哦，没有这么乱了，那这个都会有的。妈，那个我要放这个，那是我那个是现在的。那其他我拿走啊。嗯。所以书本就这边啊，嗯，然后到你这边要收拼图啊，哦，诶，我的盖，走，我它的盖坏掉了，刚刚那个我不要，哦哦哦，你就收好。嗯，这个，这个的。哪里东西啊？快点收好。又倒掉，你说好。没有，没有倒到啊。还没有倒到，它就是倒掉了。它就这样子。这个两个我不要了。这个有点还要。有点还要。对啊，你那边剩下你那边哦，还有你这一盒玩具。啊，对吗？这个两个我要。下面还有书本呢。嗯。下面还有书本。下面还有书本。书本放上去。这个全部也是必要啊。有、哦。你都读过了吗？就是全。已经很小很小，有人叫我了。还有还有还有，你看是什么呀？我去看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放在后面，那边那边那边，旁边旁边，另外一边，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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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后面。不要。
剪刀完了。嗯。靠。还有是送这个。你。先送路线。跟这些怎么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还有嘞，这边还有嘞，不用紧啊，就放那边了，应该都还要吧。来介绍一下，还有哎，应该都还要啦，那个放住啦，都还有位。跟大家讲一下你的那个墙壁放了什么，来介绍一下。Spiderman Jack。Spiderman 的衣服。我要拉远呢。啊？这个是100万5000平的。一旁。Corner。你跳些什么东西？你跳很多的 Spiderman 呢。欸，把我那个照片都遮掉了，你看。你遮的啦。对不对？是你遮的。这是我们去那个。Shopland。阿夸里。啊？我们去那个阿鲁沃特是吗？啊，还有那个 Malaysia。你 Spiderman 面具在哪里？在上面。没有，你那个。哦，那上面，对，那个。这边还有一个手套，它上面看到的。然后你把那个玩具盖好了，收进去。完成了，我们把房间。哎，地上的东西。那个不用管它了。那我还要。我们把房间算是整理一番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属于无限庭的 corner， 这边有他的所有的东西。在学校做的一些手工。This I don't want。全部都会贴在这里。然后呢？
有一个叫做500万，没有，我们的那个展示柜就在这旁边，就有张大大张的那个 Infinity War 的海报，然后上面就有一些我们买的玩具啊、摆设品、纪念商品，超多的。然后我们这个房间呢，平时我们会休息拿来用来休息之外，我们也会在这里拍影片 ，video，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玩啊，玩游戏、玩电玩。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机关，我们有藏了一些零食，你修了零食给我们，去看，修零食给大家看。在哪里？我变了。看完。我变了。OK。他叫哪座？我可以给你看。我来，我来。这边我们藏了零食。等一下是，等一下我们还没有整理好的，我给大家看，这边是我们另外一面墙，我们有贴了很多的照片，还有纪念品奖牌，还有你的奖品，还有你的这个，一些我们买的一些器材的那个说明书。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彩蛋。我看到你的手那边。比如说我们喜欢那 Infinity War。爸爸。的那个无线手套。爸爸。你看，我看不到你一个手包了，我看到你一个手包了。然后我们有那个 Legoland 的地图。地图。地图。还有我们去过的地方。地图。啊。多很多很多。但是。还有一些海报。那可以都是地。还有一些。往这边走。纪念品。还在拍我手。Yeah. Sorry, I forgot this thing. 然后还有另外一面就是。I got the push. 另外一面就是比较，另外一面就是比较技术层面的，就是我们直播啊、电脑啊、电玩啊都在这一面。就是所有的电脑器材都是在这边。对，这是我们的那个直播的器材，就是我们现在在直播这，这边是主要在跑的直播。然后这边有一台电脑。这边这台还没有开，今天没有用到。然后这边有一些摄影的器材，就是这样非常复杂。然后上面还也有一些摆设品。然后这边这幅画是500万的作品。的游戏的 corner 在这边，就在这个电脑的旁边，这边有，这边有 PS 在后面呢、是电视机，帮我一个忙，拿这个搅好了，然后在那上面抹一下电视机，不要太湿啊，我不会，我觉得还是我来。然后呢，这里就是有一些衣服。还是你弄好水哦，弄好水好了，然后就抹在这边。我自己抹。你弄好水好了，转那个水了好了，就水已经倒下来了，然后就可以自己抹。OK， 好。不过我觉得我们干脆就进牛排，我们先进那个
今天要播的 video 啊啊，顺便顺便，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有藏着一台冰箱？开冰箱给大家看。里面有很多的水啊、零食。还有东西，还有东西。还有什么？哦。Ice cream。Ice cream。好啦好啦好啦 ，OK。这不能给太多人看到。OK。哎，忘记。首先我们就播了播那个 video， 我们就去整理掉这些咯。回来我们就。OK。所以我们先进一个 VCR， I think。哎，用这个来哟，嘿，大蝙蝠。OK。用这个来哟。好啦好啦，就这样啦，等一下我们再见啦。大蝙蝠，我自己看。慢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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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喽。阿奇奇巴布，阿奇奇巴布，阿奇奇巴布。OK， 我进啊，进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video 是那个我们这个礼拜最新的 video， 我们是开箱什么啊？开箱哦，我们开箱那个 Lego， 对对对对对，好啦，我们现在就进去今天的 video 啦。Plenty of food. Have you guys been eating sugar or something? You hyper today. Okay, okay. Back up. Thank you, Blue. Whoa, whoa. Did you get that?哎呦，我们现在有一个番外篇，来秀给大家看。这有两个的 baby dinosaur。哦，还蛮美的。为什么这个欧文是骑脚踏车的？好了，开。One, two, number three。哟，这很多东西一下哦。Number one。还有鞋没？有，有鞋。还有一包啊。哦，还有说明书。嗯。好玩。来来来。哦，小心哦，不要弄不见哦。你会也要自己来啊。那你 OK 不 OK？ 哦 ，baby 来说。要到处说明书啊，哪一个是一开始的？这是他的头啊。OK， 欧文完成。哇，连他的摩托车都要自己装。现在要看吗？下一个这个在哪里？这个放这个。OK， 到现在到有一个关键，它是可以拼在一起。我要怎么拼呢？我现在要看一下。刚好
哦，拼在一起会是这样。哇，终于完成。明天我还要去买。明天我还要去买。看一下啊，这样就好了哦，这样就很像枪了哦，也不是你写啊，你写不要死一些
冒烟。像一把枪，哦，你帮我干嘛？嗯，我从抽屉里面拿棉纸。啊？抽屉里面有棉纸。棉纸。这个？里面那个牌子。哦？这里面。嗯。Yeah。这是哪个的？是的。我用脚。好了好了好了，坐在那边。都放不进去了。不要不要不要，我等下弄。等一下啊，这有点失败耶，是一样的耶，像枪好吗？只有两片，它有点像，等下我们再加东西它就更像了，是不是？等下我看，我看我可以弄吗？想弄一下，咻咻，原来是我，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我想这样子的，我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吗？不是，对不对？这样吗？这样吗？它就是一把枪了，对不对？哎，没有解过事。谢谢喽。